Ruvik. I created this world. You cannot keep me here.哇，这个就是迷宫吗？不能被他那个眼睛的光给照到。快到了，快到了，快到终点了。这边越后面越难，只不过这些陷阱是可以除掉的。我不太清楚被光照到的时候打陷阱会怎么样，我也不想去尝试。这个失败又重来的话就不划算了。终点哎，到了！哎，这个视角怎么怪怪？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前面偷偷摸摸了半天，结果还不是来硬的。鲁维克真无耻哎！给我来这招！又掉下去了！哎呦，过了过了。啊，真太惊险了！又是电梯吗？咦，不对哦，旁边安全室哎。这边没有镜子可以再让我们进去安全室了，所以这边其实就是安全室，没有那个升级的机器啊、冰柜啊，虾米拢无。不过这个自动存档机还在啊，当然护士姐姐也不在喽，非常简陋。胡迪午安呢、啊？又是电梯，这个游戏到底出现多少次电梯呢？If I make it out alive, I'm never riding in an elevator again.这个电梯也是非常的长啊，前面那个光是什么？哦，我看到关键人物了。哎，这边不能够调倍数哎。我现在瞄到的这个人呢是博士，然后旁边是空的。在旁边，好不清楚，不太确定。哎呀，我被强制走过去了。没错，下面那个就是主角自己。It can't be. Help! Help! 这个声音是
莱斯里。哎呀，怎么是挤满了？居然到这边来了。Sebastian, get away from him. Sebastian, listen to me. Stop. Y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ours. Look, I get it. You're not just some rookie detective, and this is not just some ordinary kid. 他的身份是假的。Shot me. So right at this moment, that's enough reason for me not to trust you. You're a good man. That's why I. Doesn't matter anymore. If you know who this kid is, if you know anything, you know why he can't be allowed to live. Bullshit. It's Ruvik. He's the one that. 什么？说人能到吗？说到了关键字。哇，这变成疫情的、欸。这边这个 boss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 boss 已经不是鲁维克了，鲁维克已经刚刚被。不是，应该说莱斯里刚刚已经被鲁维克交换意识了，所以现在这个 BOSS 应该是莱斯里。不过这只是其中一派的说法，这游戏总共有两派说法。你就算玩到结局，还是不知所云啊！到底谁主张的才是正确的？这么刚好又是507枪，哦，这边非常的难啊，因为 PS4 把手真的很难射击，而且 PS4 的类比摇杆超滑的，容易滑掉。
这手把玩家的最难的一关就是这里。刚好，现在这边飞来飞去，怎么有一瞬间我以为我是在看《七龙珠》之类的、啊？一般人被这样抛出去，早就粉身碎骨了吧？哎呦，这么刚好，这正好可以拿用啊！就直接穿渡，刚好当作支撑，有没有？非常夸张。好像完全没有效果啊。打头，你这么远跟我说要打头，太为难我了吧。这个 RPG 弹道这么稳啊，非直线的。快没子弹啊！剩三发而已。最后两发，居然不要命的露出了本体给我打，哎呀，还是被咬了。巴兹，哦天哪！哎，醒了醒了。他的脑，把它拔下来。I'm going to finish this. 把它弄爆，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吗？不过这个脑里面已经不是鲁维克了吧？是莱斯里。可是主角不知道啊。可怜的莱斯里。Vital sign, sir. 基曼为什么可以先起来了？各位注意看一下后面的人影，从旁边走过去那个，他穿的是防护服，
之前有人把它误以为是努维克，但应该不是。虽然一样都是白色的服装，但那是防护服。No one can. 没有人可以离开，所以我们主角真的醒了吗？基曼究竟又是谁呢？为什么他可以先起来了呢？我们是又被插回去连接到谁脑袋里面的吗？还是没有看到乔瑟夫，所以乔瑟夫现在生死还是不明哦，不能说定他就死了。死了，总要看到尸体嘛。哎，看来有人在主角之前也先走了，莱斯里。我们现在根本就还不确定这边究竟是不是现实，因为刚刚可能被基曼又再次的被塞到某个世界中，某个人的记忆中。Detective, are you all right? Is there anyone else? Just give me some real fresh air.莱斯里，刚刚那是莱斯里的影子。他往外走了，可是却没有人发现到他，没有人看到他。啊，为什么又头痛了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鲁维克其实目标，真的目标是主角的脑。当然，两派的说法都有待后续的作品验证啊。鲁维克真正的目标究竟是谁呢？而且主角有很高的几率根本就还没有回到现实。总之，一代结局就是又埋了各种伏笔啊，而且很复杂的伏笔。基曼本身的存在也是啊，他应该是属于什么第三方势力的，他混进警局也是为了监视主角之类的，可是他好像对主角又有另外的感情。游戏卖得好的话，二代我觉得是免不了的。恶灵古堡就是啊，游戏卖得好，出了这么多代，真没有剧情也是可以硬掰好几个剧情给你。只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邪灵入侵比较没有这么亲民啊，因为它难度偏高，这个姑且不说，但剧情真的太过复杂了，很多东西没有经过别人的解释，你真的是会完全看不懂。明天会开吗？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会开啦。好啦，你们真的是喜欢这个作品，想要他出续作的话就用行动支持吧。
这个销售数字漂亮，续作绝对没问题。那结局啦，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啊。